宝贝儿，流水的 CP， 铁打的 baby。对于美颜动人的无漂亮来说，不管对象是谁，都叫宝贝儿。就是有另外一半的话，我都有个名称 ，baby。我之前叫过了，哈尼，我真的会想吐。除了叫 baby， 还可以叫什么呢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我也叫过了。对，就是还没有结婚。尿尿，尿尿可不行。尿尿，亮亮，亮亮。啊，我叫小宝好了，小宝，小宝，可以啊，声音是小宝。好，那我就叫你漂亮漂漂。我这一口咖啡，你可以叫呜呜呜呜呜呜。哎，这不是萨萨的瓜子吗？对，他最喜欢吃这种没味道的瓜子。我就点瓜子儿，你还给我弄去年的。走吧，车已经快到了。等到小宝和王两个在一起，气氛就会变得……你们这什么妖魔鬼怪呀、啊？这东西。你谁啊？我是这个车的车主，看不出来啊。车王吗？车王。让我把车钥匙给你看看吗？可以。火车钥匙见过吗？我见过拖拉机的车钥匙。那开厕所那个车钥匙给他们看一眼，开厕所门那个三角钥匙。从画右到画左，刘潇张无和。刘潇张无，我怎么会跟我的 baby 分开嘞？哎呀，你这么快你就又换 baby 了？怎么样？看到此情此景有何感想啊？人家换 baby 了，人家换 baby 了，换 baby 了。你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超喜欢你。超喜欢你，我的老公是最棒的老公。在气氛变得尴尬之前，转移话题才是上策。啼笑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哎，昨天是说什么鹅？是笑出鹅叫吗？怎么了吗？我就是鹅叫本人。他说有一个基因是会发出鹅叫，是那个尖叫鸡是吗？不是，他说他们的基因里面它是会无基因里面会无缘故发出鹅叫。宝贝儿一多，亲戚关系也变得乱。何老师今天是我的大舅子吗？还不算，那个应该叫舅子吗？老婆的哥哥叫老婆，就是女朋友的哥哥叫未来的大舅舅舅。老婆女朋友舅舅子不对，妈妈那边的叫舅舅，女朋友那边的应该叫婆婆，不是叔叔，哥哥吧，叫哥吧，就都叫哥比较好。